泡了点粘大米，刚磨完面回来，今天要蒸粘耗子。妈，你这大米泡了多少天？粘大米？半两个月。我爸和我妈上山采的玻璃叶子。这种叶子是专门蒸粘耗子的，每年六月六我们家都蒸粘耗子，把这叶子挑那些老的，然后没有虫子眼的挑出来用。用水给它好好洗洗。这叶必须给它洗干干净净的，要不然粘耗子上面全都是黑道道，给它多洗两次。都馅儿可不小，你别都馅儿整碎了。这一锅能蒸多少吗？盖上锅，开始蒸了。好了，周锅了。哎呀。好扒皮儿，好扒皮儿啊！你先尝一个嘛，好不好吃？咋忘吃？馅儿甜不甜？中，甜，还行啊。嗯、稍微有点甜味儿就行。你不能中太甜，太甜不行。太黏了，但是不粘皮儿，挺好吃的。对，少。